姑姑早上好。乔治早上好，大一点。大一怎么每个会说话声音？那你可以大声点。大一早上好。好，乔治辛苦了。大一说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什么子？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老和尚又交代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多看。先生你好呀。啊，我你好，我好俺弟也好啊。在哪儿啊？我在中高岭啊。有种菜啊？啊，有种菜啊，有中高岭。快去了。那姑姑中午给你弄糖醋排骨啊。好。累的。乔子，快来，姑姑给你做点糖醋排骨，好的。快点上来。哟，有点烫啊。你上来。嗯，还不错嘞。还不错啊，好不好吃？弄块刀，弄块刀，我给你搞两筐进去啊。好，那你说不往块搁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也好吃，帮不要好吃拿了。妈妈不叫我背锅，我就说不想我喜欢姑姑。姑姑，姑姑，你这是拿锅给我了？咦？咦？西瓜呀！哎呀，你儿子是西瓜吗？你拿的？哟，你背的什么？我哥哥帮我来冲一杯虾儿看来。我也是没背虾吗？哎呀，现在不够多的。乔治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看那个狗熊，我要先把它打死。要用冷水把它打死，晓得吧？我就弄那个条子去。嗯。好，刚你说。你走吧。乔治，你在搞什么子啊？搞什么？等会儿搞断的。乔治，你可不能吃的啊，你可吃了养生会长虫的。哎，啊，你可不吃的。哎，乔治，我给你解。
好不好吃？我觉得不好吃。啊？还觉得不好吃？我的牙上加点糖还馋。我也觉得不好吃，加点糖就加点糖吧。糖罐子都给我包上。我加点糖。好的，我加。加。收的，再加，慢点。收的，再加。再加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看着。啊，来姑姑喂你。好不好吃？我加小头帮你踩上。你那个踢。哎呀，我踩呀。啊，